各位同学，大家早。那我今天早上来淡水的时候，发现那个风非常舒服，所以我想各位同学也很辛苦，好，早上从被窝里面爬出来上这个课。那今天呢，我主要讲是软体维护的价值。那我觉得维护这件事情，大家在不管是在课堂上或在外面上，应该很少听到这个议题。虽然维护一直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大家可能比较在软体工程里面比较常听到说怎么开发，怎么去谈需求，整个软体的工程的做法、工法等等。但是对于维护这件事情，一直常常放在我们整个工程的最尾端。好，所以今天呢，就借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维护的价值在哪里。那首先呢，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座位。那其实维护的工作非常的，也不能讲应该是说非常的繁琐，它有很多各种的事情会在你维护里头面临到的，所以常常我不能讲我的位置最乱，但是很乱的就很有可能是我的座位。那我是在1999年的六月，在现在之前我还是大同商专专科毕业。那当年呢，因为当年的那个软体业开始慢慢有一点，也不算发展起步，所以对于资讯的需求是非常需要的。所以一个专科毕业生我就可以进入到瑞阳。那在工作了大概快可能7-8年的时候，那又觉得自己的学历不足，所以在台北又把学历补上来。那一直到现在我还在瑞阳。那在瑞阳呢，我在做什么事情呢？从我开始进公司，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的 mentor 给了我一个作业，他教我写 HTML login， 从 key 账号 check 密码到登录进去，这就是我进公司做的第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在我所学的5年的专科生活当中，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所以我的算是从起步，其实一直都从公司交给我的所有的技术。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开始会写程式之后，就开始跟着我们的专案经理到处去做专案啊，去做驻点。那我们从一开始我们 BB6 一直到 ASP 的开发，就在这段时间，那就导入我们公文系统的产品，一个比较正式的版本，我们称作 Speed 1.0 的版本。那另外就是开始熟悉系统之后呢，我们当然最菜的 programmer 就会被拱上台去当讲师，所以我现在敢站在这里跟这么多的同学说话，也是当时的训练而来的。那再来呢，从2003年到2007年，其实我一直在专案 team 里头做专案，做非常非常多的专案，也许是大型的专案，县市政府的，也许是学校的，我们有做一些中南部的学校，或者是产品导入等等。那我们跟开玩笑说，当时我们 ASP 1.0 的产品，其实我们这些从一开始从小朋友进来训练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一条龙的服务。什么叫一条龙？就是我们接到这个专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跟 user 去谈需求。谈完需求呢，早上谈需求，下午就开始改程式，好看客户要改了什么，哪个 button 要移动啊，哪些东西要做调整，就开始改。那改完之后呢，谈到一个程度，准备要上线了，我们就去跟机房要了机器，好，开始做安装 ，AP server、DB server、file server 开始做安装设定，测试没有问题之后呢，开始做教育训练，又是我一个人，开始系统的教育训练，教育训练完的辅导上线还是一个人，那我们常会被客户笑说，你们公司真的很穷，没有人，怎么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那我们在以前的系统比较单纯，所以我们在从一开始起草的训练，其实我们一直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专案。那在同时间，因为我们的专案越做越多，开始有客户抱怨他们在线上使用，因为一旦你的系统开始上线使用之后，就有很多开始要急迫性的问题，好，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PCO 买东西，你没有办法下单，你急不急？好，那比如说你要买东西送女朋友，买礼物送给女朋友，隔天一定要到货，还没有办法下单，急不急？就是这些都是很立即性我们需要处理的，所以就开始有客户抱怨说，怎么都没有人处理？所以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维护 team。那这个维护 team 呢，当时一开始草创只有一个人的团队。他从接客户电话，
好，到分析问题是什么，好，到确认架构是什么，一直到把程式改完，都是一个人的作业。那其实在我们2008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 MA team 已经慢慢形成了，包含我们开始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力进来，然后我们订了一些我们所谓的维护程序，比如说客服接电话进来怎么指派工作，我该指派给哪一位工程师负责等等，这些程序我们就开始有一定规模的订。那有一天我老板就把我叫进小房间里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就说啊，这件事没有你怎么行呢，我们这件事情的工作是这么的重要，在我们部门里面，哎，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忙。那我就在这样子的洗脑之下，觉得这件事情好像非我不可，我得要勉为其难的接下这个任务。所以从2008年，我就开始做维护 team 了，带领着维护 team 走向现在这样的规模。所以我昨天数一数，其实也还蛮久的啦，哈。好，那我们来看什么是维护。草皮，我们常会看到草皮不可以踏入，因为我们正在做草皮的保养维护嘛。好，冷气坏了，我们需要做维修。汽车，我们必须要定期的做保养。那什么又是软体的维护呢？好，刚我们讲都是硬体方面的，那软体的维护又是什么？那其实在一个 software development 的 life cycle 里面，其实维护就是在最末端，往往是整个程序到最后，其实就是我们维护要做的事情了。那什么是软体维护？其实刚才讲的维护就是我们的一个 life cycle 的一部分。那另外呢，维护其实是一种 after the fact 的活动，就是在维护其实发生在软体正式运作之后，简单来讲就是它正式上线之后，我们才算开始进入维护。那所以在软体开发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还不能算是维护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都还算是我们的专案开发期。那其实维护啊，也是 life cycle 里面占时间最长的活动。其实想一想，也许它占的钱需要的 cost 也是最多的，那它平均的费用啊，其实占了整个费用的60%到70%左右。那其实我们想一想哦，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房子装修可能3-4个月，甚至7-8个月够长了。那装修好了之后，我们房子要住几年？也许10年、15年、20年，这个时间是长的。那为什么要维护？这个是今年10月的一个新闻，好，一个3万农村的再生设施，它缺了维护，所以被批它是蚊子馆。我们可以看到，它座椅坏了，没有人去维修，这不是杂草，这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莲花池，但是因为没有人去维修保养，所以变得杂乱不堪。那另外，在我们的设施里面，假设没有维护，它就会引起非常非常严重的公安意外。那硬体设施要维护，是因为它 用久了，它会旧。那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也会旧。那不小心恶意破坏也会烂掉、哦、所以呢，我们硬体要做维护，但是为什么软体要维护？程式不会用久了烂掉啊，它一直长在那里啊，还是可以持续运作啊。那为什么要维护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在思考，如果我程式写得够好、哦、每个人通常技术人员有相关的自信的时候，都觉得哦，我的逻辑真的写得无懈可击，好、哦，没有人可以击破。那为什么我程式写得够好，还要做维护？那到底维护在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来看看，其实在维护里面、哦、有些人是讲说，哎，我可能有一些 change， 好，我可能有一些增修在做，或者是我需要这个系统，好、哦，是可以维运正常的等等。或者是它要适应各种环境的改变。那同时呢，我们来看看当软体被使用的情境是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啊、哦，我们在导入公文系统，因为我们是公文系统部门。一开始我们导入公文系统的时候，我们看到使用者啊，他是拿了一个一张纸，一个记事本，条列式的，好，开始在记每天我收了多少份公文，什么时候收进来，谁寄进来的。这是一种没有系统，一直进化到他开始用电脑在上面去做记录。那另外
外一种情况是，是我们现在比较常面临的情况，就是其实现在几乎很多机关都已经用系统了，这是非常频繁的，它只是更换一个新的 upgrade 新的系统。那不管哪一种，其实对 user 来讲，它都是不熟悉的，好，这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比较陌生的系统。所以呢，当使用者刚开始使用软体的时候呢，他发现 bug， 他想要增加一些功能。然后呢，他就会 feedback 回来说：“哎，我们这边是需要可能 有哪一些是需要调整、要增加的。”那我们就会做一些修正或者是修改，好，然后会做一些系统的安装，然后呢，让使用者再一次的学习新的系统。还有呢，还有什么改变？资料会陆陆续增加。每一年的资料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另外，使用者会更换，设备也会更换，主机通常越换越新。好，那 OS 会上 patch， 包含浏览器也会更版。好，我们还有现在最大的议题就是资安的议题，骇客会做攻击。哦，刚才提到的 browser 也会升级，种种的这些因素加起来。只要系统是有人用的，系统是活的，活的系统其实就需要去做维护，因为有太多外在的环境会改变。那一直到什么时候我才不需要再维护呢？打掉重练，就根本这个系统我们不需要了，我们要换一个新的系统，然后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再维护。那事实上呢，软体维护到底我们在做什么？这个是大家如果住在社区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电梯是一定要保养的。那因为有发生过一些恐怖的事情，所以会定期的去做一些保养。那其实，在维护呢，主要就是这四件事情在做：creative、adaptive、preventive 跟 preventive。那我们来看一下修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就是我们要修改 bug。当我们在做专案也是一样，我们不停的在修改那些 bug。再来呢，就是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不管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 OS 的 upgrade 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有讲的一些browser 的改版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需要做一些维护。那另外就是 AR， 好，就是我们一些新增功能。那当使用者在使用这套系统越来越熟的时候，他大概就会提出来说：“哎，我的这个按钮可能在长在什么地方，对我每天的例行作业是方便的。”或者是说：“哎，当大家越来越依赖系统的时候，会在想说：哎，我们应该产出怎么样子的集合报表？其实，对于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另外呢，就是一个预防性的检测。其实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会做的，比如说定期维护，好，在定期的时间内，我们可能先去预测说，哎，它的那个容量是不是，比如说哈迪的容量，当资料量越长越大的时候，哈迪容量是不是够的，好，是不是会有问题的？好，那另外就是说，在performance 上是不是有状况，好，是不是越来越慢，我需要增加我的设备等等。那我们来举例来说，假设这四个的行为是我们放在我们在看医生上，那 creative 就是其实我生病了就是要吃药，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另外呢 ，preventive 就是我们在做定期的每一年度的身体检查，先去预先确认说我身体状况是不是 OK 啊，是不是有哪一些警示的讯息需要多加注意的。那 preventive 就是整容。我就是换了一个，比如说我眼睛太小，割个双眼皮；鼻子太扁，我去垫高一点。那另外 adaptive 就是空气污染了，整个环境的变更，有毒的食物吃多了等等。反正生命会找到出口，好，该有什么样子的做法，我们就要有什么因应的方法。那其实呢，在软体维护来说啊，其实它也有一定的程序。比如说，他一开始，对不起，一开始呢，其实我们一定是从修正错误开始，一定是在我现有系统的 bug 先去做 fix。
那另外呢，在我设计的缺陷，我一定要先把它补齐，或者是把它补正我们原先的设计规则。那另外呢，就是跟其他系统的一个整合界面，然后去做一些改善。比如说我们在系统到后端 bug 都改得差不多的时候， user 就说，那一些防呆机制可不可以做起来？这些文不该送到哪里，可不可以修一些提示讯息给我等等。那另外就是对于档案或资料库进行一些调整，做一些改进的设计。这时候就是系统已经稳定了，那我们觉得好还要更好，就会做一些改进的设计。那在转换程式可以让系统在不同的硬体、软体、通讯设备上正常的运作，也就是我们可能未来会去跨设备啊、跨 browser 等等。那总结来说，一个开发完而且有持续在使用的系统，接下来会产生的所有的工作我们都算在维护里，也就是客户正在使用系统之后，他所发生的所有疑难杂症跟特殊需求全部都是在维护工作里面要做的，一直到系统上当。好，那软体维护我们要怎么来执行呢？好，就是我们通常软体维护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做？那一样，我们 PDCA 就是我们的整个循环的程序。那我们先来看 plan，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维护计划。那为什么需要维护计划？那维护计划呢，包含我们要提前的去 define 我们在维护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资源。其实包含呢，我们在维护里面需要人力、设备或训练。其实简单来讲，像我们在维护部门里面，其实我们在应该是说鼎盛时期，其实我们横跨了三个技术，包含我们最早的 VB、ASP 跟档内。那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发展了 Java。那这一些不同的技术，我们就要配予不同的人力。当然，全才是最好，但是很难。比如说，在现在新进的同学，我想那个ASP 应该是都没有写过。那可是呢，我们刚才又说了一个系统，其实我们还有遇过有系统已经用了十几年以上，其实都还不肯换的。好，觉得其实太习惯了，其实也不想要更换系统。那这样子的技术是比较旧的，但是我们又需要维护人力，那这样的技术呢，我们就必须要配足，好，否则我们在维护上就没有办法执行。我们毕竟收了维护费用，我们就得要确保它的系统是可以持续运作的。所以这些人力、设备或训练，其实都需要去清点，好，我们现在目前的系统使用到的技术、人力、财产等等。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订定我们所谓的作业流程。那这个作业流程呢，它也许是通常我们会定义最主要的作业流程。比如说我们有，其实我们整个维护 team 的组成里面，我们有所谓的客服人员，有所谓我们最主要的工程部人员，那还有一些类似，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sales 啦，就是对客户去做一些沟通，或者是合约订定啊，或者是规范订定等等。那我们要去订定作业流程怎么订定？比如说从我收到一个问题来，怎么来？好，电话来，或者是传真来，或者是打电话来。来了之后怎么办？我们会有一个内部系统，把这些问题做收集、集中、分类，做初步的判断。那判断完之后，如果客服人员没有办法处理，就要进到工程人员去。那工程人员去看完这些问题之后，也许他可以知道是什么问题要做处理。好，那也许有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可能还需要去跟客户要一些更多的资讯。那等等这些，我们就要看。那回过头来给客服，客服怎么知道？其实工程人员是需要去询问这些资讯的。我们就要订定出这些规范出来。那当我处理好之后，我怎么回报给客户？我怎么更新上板？我怎么做板更？我怎么做我内部的程序？那我当外部在稽核，我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做确实？我有没有测试完整？我有没有做相关应的弱扫等等？然后这程序是非常多也非常复杂的。那这些程序呢，就是要订定一个非常细部而且完整的作业流程。因为只要稍有闪失，其实我们的系统现在更新到客户端，一更新上去，整个系统没有办法使用，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疏失跟错误。那我们也要 define 跟使用者的沟通管道。那沟通管道有什么难的？我就打电话跟客户讲说，哎，那个我们昨天报修那个问题，我现在处理怎么样啊？但是你找对人了没有 ？Keyman 对不对？需求是不是他提的？那我除了回报给我的使用者端，那付钱给我的单位，我要让他知道，其实我帮他处理了多少问题。
好，那这些沟通管道呢，都需要把它建立起来，才有办法有一个很完整的程序。那另外就是要订定责任分工，这个责任分工哦，其实不仅仅只是我们维护部门内的，我们跟客户要不要有分工？要，哪些是他得要负责的？我程式改好之后，他要不要帮我测？他不能跟我说，啊，你测好就好了，你测了算啊。可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能拿到我们的测试资料，依我们的测试环境。对于 user 端来说，他是不是要依他的实际的操作？我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实务上常遇到一个很好玩的哦，就是我怎么测都不会错，客户怎么测都会错。好，比如说我就是按这个按钮，为什么我测都对啊？啊，客户都说不对啊，你改错啦。这样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可能传送有两个按钮，我按的是左边那一颗，客户按的是进去又右边那一颗。那搞半天，原来是我还少改了一颗按钮，结果我们一直在纠结为什么没改好。那我就觉得客户你乱讲话，客户就觉得我没有好好处理他的问题，这两边就会有纠纷跟争执。可事实上谁对谁错，我觉得这就是责任要分清楚，或者是要跟客户问清楚到底实际的问题在哪里。还有相关的数据标示，一些警示的标准，比如说，好，其实我们有时候问题的分类也很好玩。客户都会报修说，哎，我有一个那个报表的问题没有办法使用，好，那我们就想报表嘛，你又不是公文跑不下去，没关系啊，我现在正在忙，我可能过两天再处理。但殊不知这张报表是他们要上层到上级机关去的，他们有时效性的，这是需要紧急的。那所以就是一些数据跟一些紧急问题的标准是需要被 define 出来的。那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比如说 performance 到了什么程度，其实是需要亮红灯，我们需要赶快去做协助处理的，这些都要订定标准出来。那另外就要订定所谓的回报机制。其实哦，维护 team 带久了哦，之前啦，一开始在维护 team 的时候很紧张，每天接到客户电话，劈头就骂，我都不知道他在骂什么。然后有时候客户就打电话来骂说我们的服务没有服务好，他说你来，你给我来，你给我来，现在马上来，我们主管要见你这样。然后我就只好硬着头皮，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就去了这样。然后去了才知道噼噼啪啪骂一堆，然后我就一头雾水。他就说你们到底是同个部门的？你确定你是那个维护部的经理吗？你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摸摸鼻子再回来问我们的同仁。然后我在跟我们同仁 update 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哦，对啊，有报啊，啊就没有空嘛，他就打两次电话啊，我不在啊，啊，所以就嘿，我就被骂了。所以啊，像一些回报的机制，我们现在就会订一些程序，比如说客服接到客户的语气已经有点状况，我想大家都听得出来生气跟不生气嘛，对不对？从妈妈的脸都可以看得出来，妈妈今天心情好不好？”所以一些回报机制呢，我们就要来看说，到底对客户来说这件事情对他的急迫性是不是重要？不管是什么问题，其实客户的认定才是对的，不是我们觉得是对的。就像我刚刚举例的例子啊，你公文可以跑啊，你报表只是不能印，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对客户来说，其实这件事才是紧急的。就是这一些的分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或者是说累积非常多的经验，才可以做很快速的判断。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plan 的一个范例，那这里有讲包含但不限于，当然你的plan 可以越做越大。那我们简单来 go through 一下它的范例有哪一些。简介，我们在维护什么系统，系统里面用在什么地方，它包含了大概哪一些功能。那另外就是客户跟供应商的一个联络方式，我们之前都会有一个关键评估表，就是来看说，哎，这整个程序里头我的关键评估到底有哪一些。那另外就是我们的维护概序。好，那最常我们被客户谈的就是服务水准 SLA，SLA 指的是什么？比如说紧急问题四小时之内回复，好，八小时之内要处理完成。好，那如果八小时没有办法处理完成，在几小时之内要到达现场。等等这些协定。那另外就是定期服务的项目，那我们定期维护服务的项目可能就会讲说，我们会每半年做一次弱点的扫描，那或者是说我们会定期到机房里面去 check 你的硬碟有没有空间，足不足够，因为历年在用，我们上传的档案会越来越大。那再来就是呢，我们的除了那个空间之外呢，就是它的效能是不是正常的，我们可能会去录个半天的时间，看它的效能是不是正常，然后再看一下它的一些 不需要的 log 是不是要做一些清除等等。好，这就是我们定期服务的项目，就要跟客户定，因为其实讲
在话，其实定期服务的项目多跟少，当然跟费用也有相关。其实在对维护费用来讲，我们定的这些东西都是有价的。比如说一些 SLL 它定的是比如7×24/24服务，我们必须要很扣，跟你上班时间在服务它的服务水准不同，那当然我们需要的 cost 一定是不同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组织跟维护活动，我们要去定义那个角色跟责任。我们刚刚有强调，角色不仅仅只是我们厂商端，就是我们乙方，甲方也有非常大的责任，是要共同来维护这个系统的。那另外就是跟其他组织的关系，简单来说，通常就公文系统来讲好了，其实我们主要的可能是文书端，收发文啊、秘书室等等。但是呢，我们的系统放在哪里？通常放在机房，跟资讯单位有没有相关？有，他要不要配合？要，他要不要帮忙？要，不然那个系统就跟孤儿一样，好，备份有没有做？不知道，好，系统现在有没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骇客可能入侵？不晓得，好，这所以一些其他组织的关系，我们都要定义清楚。那再来呢，就是维护人力，到底我们目前维护的客户有多少个，配给的人力足不足够，好，这个都是需要的。那另外就是软硬体啊、设施的资源啊，比如说整个环境的网络架构，好，然后我们现在 APDB 各一台够不够啊，我们需不需要做 low balance 啊等等。那再来就是程序，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要的大的程序，还有我们才是的程序。那训练，我们其实在维护部门来讲啊，通常它维护可能我们刚刚有讲嘛，可能在我们鼎盛时期有跨了三个技术 ,VB, ASP 跟 ASP 打内。那 ASP 的人他慢慢会被旧的系统一定会陆陆续淘汰。那他要不要学习新的技术？要啊，不然他没有投入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的技术了。但是我们要不要训练他？要，因为他的 know-how 是非常非常多的。对我们来讲，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经验的人力。但他如果仅仅只是技术上的训练，其实我们会愿意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训练这样子的一批人员。那另外就是维护记录跟报告。好，那定义量测的项目或者是监测它的上下限。那其实往往呢，我们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哦，因为经验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往往绝大我们都 plan 好的计划，其实一个突然的专案要接进来，突然我们要接了一个维护专案，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在实务上面去阻止它发生的啊。那因为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系统是活的，时间也是活的。那我们往往发生的状况就是我们在接专案的 pipeline 没有算好。就是说不小心生意太好，接太多专案进来。那专案 team 的人在接专案的时候，他后续的已经上线的客户怎么办？赶快进维护来。那维护就有一些很庞大的压力，我突然要收进这么多的维护，那这专案 team 跟维护 team 在处理这个客户的 gap 大不大？其实往往是大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但是呢，计划过程其实比计划结果是重要的。那我们常常在接进来维护之后啊，通常我们接进来维护之后，客户就会提一些应该是说一开始我们接维护的时候就会开始跟客户接触。那过了一段时间，客户就会开始跟我们熟了之后，就会跟我们谈说，哎，一开始接维护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糟，都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改 A 坏 B， 改 B 坏 DC， 好一堆。那另外就是我们沟通的窗口，我跟你讲说明明就进董事长在做后面的流程，那你为什么一直听不懂我的董事长流程在哪里呢？你为什么一直送到我的高阶长官去？他明明就不是，就是这些客制化的流程对维护专案 team 其实是不熟悉的。那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去检讨，说我怎么样让专案到维护来的 gap 是小的。我怎么样去避免？因为一定有 gap， 我想这件事情其实那么多年我已经认清了啦。好，反正我们以前都觉得说我不管，我一定要挡住多少程序进来。可是就是有太多的意外，导致这件事情我不得不认清事实。反正进维护来的专案，很可能是好不隆咚一验收上线就进来了。那我们怎么去因应？我们总不能哭天喊地的说都是你害我的，
害我现在弄成这样，客户不满意也都是你害的。好，因为我们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要把这些程序弄清楚，那才能顺利的把专案接进来。那其实我也有另外准备一个简报，如果待会有一点点时间，再稍微讲一下我们在内部的这些 gap 上，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因应，那大家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那维护的工作，好，做什么事情？其实刚刚就讲到了，我去修正，去适应环境的变化，然后我要去做 alarm， 我要去做我的定期的维护等等，这就是我们实际做的工作。那维护就一定要包山包海嘛，刚才有讲了，系统上线之后进到维护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维护要负责的，但是真的是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负责吗？如果是专案，那我们就要互相去议定它维护合约的内容，比如说啊，怎么去定出合理的金额跟内容。其实我们一年我们会谈的维护合约，其实大概有七八十张的维护合约。那这个合约条款我们怎么定义？金额怎么算？成本怎么算？我明年可以再来讲一下。好，对，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门学问。那至于怎么跟客户沟通，你怎么让他认知说你维护真的有价，你真的这么有价值，你真的这么贵？好，那就是我们要再去跟客户去做沟通。那如果是产品，其实如果我们含云端的产品的话，我们就要去试市场的发展，或者是客户他的实际需求。那另外就是因为产品其实是某程度来讲是快的啦，因为竞争厂商也多，所以我们就要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到底端出什么菜来，我们就端出什么肉盘出来。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讲一下那个维护状况的监控。对不起，我拿一下时间，我怕讲过头。是哈，还有点时间。OK， 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维护状况的监控。我们来看监控的目的哦。监控的目的呢，其实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流程是否顺畅。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比如说我们从客服端进来，好，指派到工程师后端再回报。那我们怎么去确认回报了没有？我们怎么去确认该紧急的问题都有被处理了，客户的心情都有被安抚了？这就是要定出一些监控出来。那怎么去改进？好，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头呢，我们就来看说，我们到底还有些程序陆陆续续改进。其实我带了维护部门这么多年，到现在，我们开始从我们工程部的程序，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谈客服的程序是怎么样了。其实客服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议题。我岔个话题讲一下客服哦，因为我们部门其实配有两位客服的同仁。那我们常在思考，比如说我不知道各位一定有经验啦，你们打电话去那个电信公司去问问题啊，就会打电话去问，然后开始问说，哎，为什么我的手机费用怎么算？那我的月租费现在是多少钱？你会发现哦，你一通电话，他等一下下都可以帮你把问题回报给你，他不需要说，哎，那你等一下哈，我去问一下，我再告诉你。Maybe 他需要等一下从系统去查，但是他往往可以很直觉的回答你的问题。那我就在思考，我们客服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客服怎么可能做一辈子？我们也都要适时的让他去做一些发展，往上捧墨。其实我们甚至有客服做到口 PM， 就是协助 PM 去做一些 PM 督导的事情。那非常资深的客服，他没有技术的底子，我指的没有技术底子，他不会 coding， 他可能不会实际 code， 但是他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非常不容易。所以客服他有程度的发展，那我们就在想，程序我怎么做到这个程度？那我的题库是不是要够多？我的QA 是不是要累积的够多，让客服在关键字上就可以查询？那我怎么做到这个？我是要累积的，我怎么样的系统可以让他快速搜寻？我这个又是其实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值得去被讨论的。那这样子的维护服务其实才是做得好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人力是不是够的？那知道人力是不是够呢？就包含说，刚才一直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有维护七十几个客户，我五个人够不够？其实不能这样算，也许我七十个客户，我每个礼拜可能才报修两个问题，大家系统很稳定。好 ，maybe 我两个人、三个人也就够了。
但是我如果50个客户或者是20个客户，我每个礼拜就报修20-30个问题，我得多少个人？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被分类的。那另外在细部来讲，分类到底是问题咨询的多，他打来只是问操作的多呢，还是他真的 bug 的多，还是客户往往提的是他希望做一些增修改善等等，这些都要去看我们人员的分配。那再来就是流程的瓶颈到底卡在哪里？现在单子没有办法消化，是前面客服人员的专业不够，所有的问题一收到就跟打路机一样，把所有的事情记在系统上，就往后抛给工程人员。好，那这样子前端就没有办法帮后端去做一些分担，还是说我们前端已经够厉害了，他没有办法才往后送，但是后面的人力实在太少，消化不了。好，这些都是要看我们到底整个流程的瓶颈在哪边。再来就是很重要的系统的稳定度。往往我们在跟主管 review 我们的维护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系统好多问题哦。那主管或者是客户就问我们说啊，你是怎么验收的？那么多的问题，怎么可以确保它的稳定度？那你怎么验收？客户都在使用啦，那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那没有数据就没有管理，没有记录就没有数据。往往我们呈报上去，比如说我们常会哀说哦，我做不完、哦、我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你多在哪里？你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助？你到底现在忙碌的时间是放在什么地方、哦、比如说我们也会跟，比如说跟老师阿姨说，你功课给我太多嘛。好，那你就要再思考一下，到底是我真的功课太多，还是我玩乐太多？好，这个就要去衡量看看这些数据去做一些管理。那一般来说呢，记录跟数据其实是要从我们的 member 里面去收集，但是大家就会叫啦，啊，我事情那么多，我电话都接不完了，我还记录哦。比如说我之前我曾经想要记录我们每天接多少电话，好，因为我们以前的方式是说，不是每一通电话都要记录 ，maybe 是他只是问个问题，电话就挂了。那我请他们在旁边画正字号，光画正字号、哦、就叫到不行了。就这些事情，对于这些 member 来说，其实他们是会反抗的。但是不收集，我怎么去告诉我的主管说，我客服2个人不够，我需要3个人？为什么？因为都是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需要第三个人来做协助。那对工程人员来讲，他觉得我程式都改不完了，我怎么记录啊？我怎么去记录说这些问题怎么发生的？我又跟他聊了什么？我又跟他处理了什么？是困难的。所以呢，从上层的主管到所有的员工都要理解我们数据跟管理的好处在哪里。那我们就要去满足公司的目标，那创造更好的一个环境。其实我们希望收集这些数据，并不是要为难我们的 member， 其实是希望把这些环境弄得更好，不希望大家每天的加班，要提升每个人的工作效率，这是我们主管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数据上面，就是希望可以做到这样子。所以经过收集的过程，其实也可以检视做改善。其实你慢慢在收集的时候，你慢慢在画，比如说你心里觉得说，哦，我每天都很忙，处理很多问题，结果你算一算，你今天处理2个，那你就在想到底我在忙什么？哦，接了3通电话聊半天，哦，客户不相信客服一定要跟我讲电话，或者是说接了2通电话来抱怨我怎么处理那么慢，但是他电话就是不挂掉让我处理问题。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协助，怎么帮忙工程师？我是不是帮他找一个人挡在前头？或者是说跟客户沟通，你让我们多一点点时间，让工程人员去做一些处理等等，这些呢就可以去做一些改善。其实这些大家可能听起来这是很细微的时间，但是维护就是很容易被中断。那收集这些很琐碎的时间，其实收集起来是可以提升很高很高的效率的。那维护需要收集什么记录，产生什么数据呢？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我们要记录下来，要留下 list。那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处理的记录分类，刚刚讲的分类，比如说它到底是问题咨询呢，还是它是 bug 呢？好，那还有成长量，在我们这个的客户里头，它的问题往上增长的大概都频率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数据调查，通常一个比较客制化大的专案一进维护 team 来，通常巅峰期大概会维持到半年左右才会趋于稳定。其实这时间是很长，那半年我们怎么跟客户去做沟通，怎么让客户慢慢信任我们，其实那个是有非常多的那个心路历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有太多，其实哦，我们常常会讲一个很实际的事情，你要建立跟客户的信任感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击垮只需要一瞬间。
那你击垮之后，你要怎么建立起来？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辛苦的路。其实这个跟交男女朋友一样啊，比如说你哪一天突然被抓包，有没有？那你要让女朋友相信你还是爱她的，是不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对，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怎么样去维持住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度？在那个即将要击垮之前，我们必须要先知道、预知，然后赶快去做处理。那再来呢，就是问题处理的过程。好，我们要去做一些时效统计跟量的统计。比如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客户会觉得说，我们处理得很慢，处理很多都处理不好。那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被客户提头去骂，那还好我有准备，好，我就准备了一张清单，我就去客户那边，然后客户开始啪啪啪啪就骂半天嘛，对不对？那我让他发泄完，心情好一点之后，我就问客户说，我们真的也很为难，你知不知道？你们报了20个问题，有10个问题都叫我们帮你改资料呢，一下子帮我们调组织，一下子这份公文不对，你懒得退回去叫我帮你改，好，一下子又说这个意见写错了，你不好意思叫长官改，叫我们再帮你调整一下。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好辛苦哦，这样。然后客户就说，怎么会这样？他才发现原来系统不是不稳定，不是报修问题很多，不是都不处理，而是这些问题其实根本不可以发生或不需要发生，这是客户必须要去做一些控制跟管理的。好，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一些量统计跟分类，我才有办法去跟客户谈这些事情，才有办法让他知道其实我们都在忙什么。那数据收集呢？刚刚提到我们会进 Jira 去做指派，其实这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系统。好，那它可以做一些问题的分类、成长量。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这条线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每天报修的问题其实没有办法满足我每天 fix 掉的问题。好，然后还有各个客户的一个 pipeline 分类。那改善维护流程 action 的部分，我们怎么做呢？要怎么下手去改善？那我们要依据维护状况来监控，就是问题数量如果不正常的增加，我们就要赶快去做一些警示，或者是去确认到底为什么会不正常的增加。好，有时候不正常的增加往往是比如说在 user 单位他们换了一批新的人，真的对系统不熟悉是操作，那我们就跟客户提说，那如果我帮你去做教育训练，对你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好，那或者是说处理的时效它变长了，好，就是我们处理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为什么这个处理时间变长？到底是不是我们内部的人员已经来不及去做这样子的处理了？那再来呢，就是依据定期定为的一个结果来看，好，比如说空间不足，我们就要赶快去跟客户沟通说，你是不是硬体的环境必须要赶快再去增加加强，好，才有办法因应空间不足的问题，或者是他的备份状况异常。其实我们曾经有一次遇到说，我们有一个中部的客户，在某一天的狂风暴雨当中，他的机房被雷打到了，这是真的。然后呢，他就整个机房就没有了，系统也坏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就问客户说，你备份了没有？这样。然后客户就说，备份在哪里？你们备了吗？不过其实那时候备了也没用，除非做异地啦，因为整间就烧起来了嘛，所以也没有用。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备份就要确定到底异地做了没，它有没有这样子的风险，它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做备份，其实往往是要备到设备里面，然后可能放保险箱或存放在银行里头，这个都是必要做的设施。当这个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时候，那之前也有遇到，比如说某银行的机房烧了，好，烧起来了。那他刚好他的那个正式机房跟他的那个测试的机房隔间地板相通，一样全毁。好，那这时候怎么办？他们的设备这个就要在到时候应该是说这时候就是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或其他的例子发生，我们就要来看这些要怎么去做预防。那我们就要对症下药了。好，那了解问题。不可以只知道有好多问题，那到底问题是什么？那其实我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哦，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接到客户惊慌失措，打来说，我跟我秀没有办法用这样。
我们就很紧张，共修没有办法用，是主机坏掉了吗？系统整个 crash 掉了吗？那我就问他说，那你那个登录画面在不在？他就说就不能用啊，就不能用啊，我就是进去都不能用哦。进去有没有听到关键字？进去他可以进系统，所以他网页有出现哦。好，账号密码可以登录，那我就松口气嘛，对，主机还活着，他可能只是进去没有办法用，可能程式坏掉了。那我就问他说：“哎，那你进去之后没有办法用，是没有办法看到画面吗？”他就说：“对啊，对啊，对啊，我就进去之后我就根本都没有办法用啊，都不知道在哪里呀、啊，我就找不到。”好了，我就想找不到，那是你有看到那一笔画，你有看到进去的画面吗？他说有啦，啊，我就找不到我要那一笔嘛，吼，有没有？系统是好的，他那笔资料不见了，他是找不到他要办的那一笔文号。好，他要点的那一笔不见了，那我又再问他，哎，那所以你是要办理的那份公文打不开吗？好，还是你找不到？他就说就找不到啦，我看不到那一笔，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啦。好，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问他说，那你去查他流程在哪里了没？没有啊，啊，我就送出去就不见，我就找不到啦。啊，我就送出去，我真的有送出去，他真的有送出去，他也告诉我成功，我就是找不到，很奇怪这样。所以呢，我就问他，请他们在其他的查询功能去查流程。好，原来他送错地方，就这么简单。一开始打来说完全不能用，其实慢慢去，因为客户有时候通常急起来哦，他就是觉得他不叫紧张一点，他就很担心你忽略他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要让客户冷静一下，然后慢慢去抽丝剥茧。其实可能只是两分钟的问题，害我们以为是整个系统 crash 掉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要怎么去慢慢问，其实也是有很多技巧的。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人力状况，那另外就是临时调动的人力到底有哪一些。其实刚才我们有讲到，其实维护真的都会发生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有曾经类似遇到，就是我们去前端维护的工程师不小心把正式机的环境的 DB 就这样 delete 不见了。好，那备份是个回复的方式，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复到当下。好，因为我们可能都是每天去做差异备份嘛，然后每周做完整备份，这是我们一般会做的备份。那你没有办法回复当下，那我们就要开始去看啦，到底是哪一个 table 不见，那个 table 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办法从其他 table 的逻辑里面去救回来等等。好，那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人力，其实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一定要了解，比如说当下发生这些事情，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得要去找谁来帮忙，好，要扣对电话，找对人才有用，哈，不能只本来只三一个，变成整个都不见了，哈，那我就又要提人头去见了。那技能的部分，我们也都要做一些清查盘点。那在短期，通常短期指的是说，假设我刚接近维护进来，那刚才我们有讲嘛，比如说刚接进来都是我们问题的高峰期。那当高峰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先集中火力把问题做一些消化，那才有办法比较缩短那个高峰期的时间，然后比较快速的让系统去做稳定。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免费提供定期检测。其实这个免费提供定期检测源自于就是台风天的那个机房。那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客户因为预算的关系，他会觉得说啊，反正不然我就不要做定期维护。后来我们发现不做定期维护，衰的还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通常在客户有限的资源下，我们都会免费的至少每年一次或半年一次去帮客户去做定期维护。那我们觉得这个对双方都是好处的。好，所以这个必要性也是非常高的。好，谁适合来做软体维护？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好像还很少人讨论到的，但是我们自己内部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觉得还蛮好玩的。原开发团队或者是独立的维护团队，原开发团队指的是专案在建制的时候，他就继续做维护。其实蛮多公司都是这样子做的。好，就是本来这个专案建制的时候可能是五个人。好，一直到最后可能是剩下一个人去做，一个人或两个人代理去做维护，就一直维护下去。那因为系统越来越稳定，他手上可能就接第二个专案、第三个专案，然后继续维护就是第四个专案、第五个专案这样。
那另外呢，就是独立的维护团队。独立维护团队其实就像我们部门哈，有专责的一个维护团队哈，客服啊、工程师啊等等。那原开发团队继续维护，其实有它的优点。原开发团队一定是最了解系统，这小孩是他生的，他一定知道这个小孩优点跟缺点在哪里。他好的地方跟 bug 的洞在哪里，这是原开发团队最清楚的。那所以呢，不需要再额外详细的文件，因为所有的系统都在开发团队的脑袋里面，他们的经验里面，他们的实务跟客户沟通里面。那也省去了跟原开发团队跟维护团队的沟通，因为这个沟通其实也是困难的哦。也不能讲困难啦，就是说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做一些沟通跟整理。那使用者呢，其实对 user 来讲，他继续跟很熟的开发团队合作，他是开心的，因为他相信你，信任你，案子才会验收成功。验收成功一定是这个专案有做完成嘛，那有做完成一定是他觉得他是是做好的，他也是相信你的，所以其实对 user 来讲，他们是喜欢这样子的模式。那开发人员呢，可以有多样性的工作内容，就是他专案维护其他都可以接触得到。那缺点又是什么？我们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专案团队他做了一个专案，那后来开始慢慢维护一个专案，做了第二个专案、第三个专案，维护第四个专案、第五个专案，就他可能一直做同一个系统的维护工作，他第一个可以丢掉吗？不行啊，他得继续维护啊，那所以开发人员可能会受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原开发团队如果离职的话，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啊，原开发团队他很熟悉嘛，所以他也不需要再去有很详细的文件，都在他脑袋里。他脑袋瓜搬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没有那个人的脑袋瓜，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原本在开发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接手的人员呢，就会显得训练很不足。好 ，maybe 他的技术是够的，可是他对于客制整个流程不熟悉，对客户来讲是新手一枚。那开发人员呢，可能也会花很多时间来做系统的改善，因为可能他在维护也花了很多时间，那在专案上面他可能就时间被分配的就不是太好。那原开发团队相对减少对新专案新产品的一些工作贡献，因为当我们有新专案进来，因为其实对于新专案来讲，我们才会增加我们的revenue 嘛，好，我们要接新的专案进来才会有新的客户，那我们的维护才会永续的发展。那假设原开发团队一直接越来越多的维护， loading 越来越重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持续做了。那独立维护团队的优点在哪里？因为我们是独立的维护团队，所以我们的交接程序务必要请专案 team 的人给我们完整的文件，没有完整的文件，我根本不认识你这个系统。当然，我们 base 都是公文系统，但是你有什么样子的客制功能，你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它的流程做到哪里，技术做到哪里，这些都是需要完整的文件哈才有办法做到的。那另外呢，我们是可以透过一个交接的程序去建立更完整的一个交接程序。那维护团队呢，其实我们可以站在第三者的观点来了解系统的强项跟弱点。其实我们有发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也不算问题啦，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状况，就是我们在维护的时候啊，其实专案团队会把他们知道的告诉我们。那当我们接手到一个新的一个维护的案子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客户其实他在某一些功能上它是少用到的，所以那一些流程上面，其实我们需要再跟客户去做确认，或者是请他再去做测试等等。那这些呢，我们就可以再去发现每个系统它到底做得好跟做可以再改进的地方在哪里的，那就会更落实所谓的变更程序。因为我们专案就是跟客户磨久了，感情很好了啊，客户都会说，我长官要个报表呢。就少一个栏位，技术这么好，你来帮我改一下，好，我请你喝饮料这样。然后我们专案团队的人就会说，好啦，我帮你忙，我帮你维护，我就帮你改这样。然后到维护团队就会怎么样？这个是增修功能哦，我们要评估一下工时，这个、可能会花我们一些时间，我要问我老板需不需要钱。客户就觉得说你很难商量呢，人家之前的那个专案团队多好。都帮我做好好的，那你维护团队一来什么都要钱，
你什么都要规划，这什么难的？就加个报表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的是服务不好哦，服务不好，我们听到重点，服务不好。其实这件事情对维护团队是合理的，但是往往是在交情或者是程序的状况下就会变成这样。但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就是变成维护 team 这边就要更软化一些来谈这件事情。那专案 team 那边要更明确，让知道可以帮忙改哦，不是说这件事情不能帮忙改，但是要让客户知道程序还是要做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变更程序。那给喜欢做维护的人更有表现的机会，喜欢做维护，我多希望大家都喜欢做维护。好，那做维护人实在是也不简单。好，那缺点呢，就是交接程序会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其实我们现在老实说啦，我们现在文件上面也很难100%真的更新。对实务上来说，我们正在要求，但是很难，因为对实务上来讲，专案团队在赶专案，其实都没日没夜了，他还得帮你一个一个去确认你的栏位到底对不对，你的文件，你当时的 SD 文件，你的 spec 对不对，或者是你的操作画面，有时候往往客户就是要改一个流程，表单流程，那你的操作手册要不要去调整？其实理应来说是要回头 update， 但太琐碎了，所以常常进来可能80-90%，我们就要觉得很满意了。而且啊，我们需要费心的挑选维护团队的成员。为什么要这样讲？待会我们会讲到维护团队人员的特质。那要费心挑选，是因为我们的维护团队，专案团队可能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对到客户，你可能是后端的 programmer。你可能前端有 PM 或者是 SA 谈需求，后端你可能做开发就好了。但是对维护团队不一样，每一个人几乎都要直接去面对客户。哦，当然刚进来不会那么残忍，但是当他可以作业之后啊，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客户。当你听到客户不合理的要求跟他的谩骂的时候， 你怎么耐得住心去就事来讨论，而不是就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系统不好用，他对于你这套系统生气的时候，他就是发泄在你打电话来的这个倒霉鬼身上。但是呢， 你怎么让客户可以缓下情绪，就事情来帮他说明，然后来跟他解释，帮他处理，这个就是维护 team 同仁的 EQ 高不高。那我也曾经遇到有我们的那个维护同仁去跟客户拍桌子的，这样我怎么每天睡得着的？好，那另外呢，我们就是需要提供额外的训练啦。好，针对维护的同仁要去做训练，除了技术上的，还有沟通上的。你怎么跟客户沟通？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技术上是很好学习的，可是怎么去跟客户去做良善的沟通，跟你怎么沟通的方式跟语气，让客户听起来是可以和缓他情绪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那另外这个可能是组织的额外的成本，那维护团队又需要时间去熟悉系统，有时候客制化带高，其实我们甚至要半年以上才有办法可以跟客户去磨合他的一些特殊流程。那使用者不喜欢更换接触的窗口，这是我们最常遇到的，他不认识你，所以他就不喜欢你。那我们该挑选哪一种组织呢？其实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大型的软体的系统，其实是需要一个独立的维护组织来维护系统才是好的方式。那如果要选择独立维护团队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些交接，比如说我们人员编制要确定这个客户需要哪一些适合哪一位的人员来做交接，比如说他是银行的系统，它是政府机关的系统，它是财团法人产品导入的系统等等，我们就要选择一些交接的人员，训练系统操作开发的技术最基本的维护计划，我们要双方一起来讨论一些可行的一个维护计划。那另外就是交接点收，包含我们刚刚讲的文件啊，安装的程序、硬体环境说明、程式码等等，比如说公司的环境，你一定要 build 一个跟客户环境一模一样的。然后一起去拜访客户，让客户介绍接下来的维护，可能我们就是换我们专责的维护团队。那到底换专责的维护团队的优点是什么？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换？为什么他愿意换？为什么他想要换？那这个我们要去说服客户，否则客户对于这件事情是抗拒的，其实我们维护就很难往下做。
那我们要共同的去实际演练处理问题，好，那去把这个系统去建立起来。不想做维护，应该很多人会觉得维护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人家写的系统我来维护，你写那么烂叫我来维护，为什么要维护？我不要做维护。这就是我的心路历程啊。我们常常去面试新人，那我们一开始一定是问他说，哎，你想要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吗？这样。然后通常那个刚毕业的新人就会非常非常自信满满的跟我讲说，嗯，我要做研发，我要不断不断的学习我新的技术。那我们就会问他说，哎，那你有没有考虑可以做一下维护的工作啊？这样。嗯，我要做研发，我要不断不断的学习新技术。其实我听得出来他拒绝我了，可是如果我们先做研发，然后我们再继续维护我们的研发成果，可以吗？研发成果要维护。嗯，我要不断的学习新技术，再次的拒绝我。那其实我们在新人面试，其实我老实说了，我面试不止十个，20个，大概有一个跟我讲说他可以接受维护的工作，我就感动快哭了。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维护都会觉得这是个倒霉的工作，或者这是个旧的东西，好，这是个看不到新的、看不到未来的一个东西。这是我在面试的新人看到的。当然有工作经验的，老实说，大概有至少40%，他们是知道一定有这件事情会发生。当然至于接不接受，我不知道。好，但是新进的同学们啊，维护是非常长的，大家要记住这件事情。做再怎么做，你就算你做产品，就算你做研发，难道你不维护这个产品可以继续运作吗？好，维护是一定会发生的。那这个呢是在那个 IT 帮帮忙看到的一个文章，很好玩。他说，我去应征一个软体研发工程师的工作，我希望可以累积我自行研发的能力。而且我跟老板去开会啊，老板就说，哎，这个系统会外包哦。啊，你只要负责做系统的维护，啊，反正有问题就call厂商来就好了。结果他就觉得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想要换公司了。他不想做维护，他觉得维护太无聊，学不到东西。好，如果呢你不想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问题是有方法的。好，在公司里面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写完一个系统绝对不要维护它，写完就丢掉。好，不然我们就离职，赶快换工作。再来呢，如果不想要做不负责任的人，那就加入不负责任公司，没关系，你只要把系统卖出去就好了，不要维护，我不要收维护费，我们卖出去就卖出去，你自己想办法。好，那如果被告，反正改公司名字，我们再开一间新的就好了。如果不想跟不负责任扯上关系，没关系，那就不停的换新公司哦，只要只可以挑刚成立的新公司。如果他那个公司越来越成长，发现苗头不对，就赶快再去找新的公司。好，我们来看为什么我只能找新成立的公司。你看哦，公司成立，我们开始慢慢会接专案进来，对不对？好，我开始接了3-5个专案。好，我每年都有一些业绩的成长，或者是今年景气不景气少一点点，慢慢接，慢慢接，慢慢接，每年都累积这么多的客户，哇，累积起来是不少的数目，怎么都是维护啊？这么长的时间，所以维护其实真的是占我们整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那维护必不必要做？要，我们每天都在做维护的事情。你自己开发的小东西要不要维护？要。好，那云端会是你的救星吗？现在不是有很多 cloud 的系统，简单的系统，上了云端的系统，产品开发的系统。如果公司只需要推出第一版上线，之后就不用再维护了云端系统，赶快告诉我吧，这么好的工作。那我们常常这是大家新进同仁，应该是说来面试同仁或大家新同学会遇到，是觉得说，那维护我就不能学习新的技术吗？看起来都是旧的啊，就是人家都开发完了一个成熟的东西进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啊，你看了所有人写的一个好程式、好架构，你可以看得到，你在维护你觉得这系统是稳定的时候，你可以去学习人家是怎么写的，逻辑是怎么判断，它的架构是怎么做的。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知道，
坏城市是怎么做出来的，城市怎么样写会造成 performance 不好，怎么样写会造成它的 bug 很多，怎么样写会变成它的漏洞非常多，这个都是可以看的。在维护来讲，就是整个资讯库就对了啦。所有七八十个系统都握在你手上，你有多少东西可以看？那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你有种树还是砍树？你的系统到底写得够不够好？那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知道专案 team 的人多喜欢维护 team 转到专案 team 上，多好用啊！我们看的东西够多，我们处理的应变情况够多，我们累积的经验其实也不少。所以做维护人家觉得很辛苦，但是你做完维护到了专案 team 之后，你就会知道哇，也不能说专案 team 轻松哦，只是说你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你可以应用的。当你在专案做开发的时候，你在写 code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 code 还真不能乱写，这注解如果被后面有人看到会笑。所以我们在维护的时候，工程师常常会说：“这怎么写的？这怎么会这样做？这程式怎么会写成这样？”可是当你在专案 team 的时候，当时程在赶的时候，当人力很少的时候，当你半夜三点还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有理智把这个逻辑写得完美吗？好，要思考看看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做到的，要做到才可以 murmur 这件事情。其实啊，我们维护也是有很多独门的技术，测试工程，其实我们会测整个的完整度、自动化、regression 的 testing 等等。另外，逆向工程，哦，这个超厉害，有分等级哦，普通级，有文件没更新，可是开发者还在公司，不是还活着哈，还在公司。那这个是我们在专案交接到维护 team 大概七八成会遇到的状况，大概就是人力都还在，他们只是去接新的专案，那文件实在是来不及，我们赶快把专案接进来。保护级没有文件，通通都是空的，但是系统在，人在，你就把它抓到旁边，一个一个问，有问题还有的问，再慢慢自己去记录下来，做一些 memo， 做一些自己的记录，自己的经验累积。辅导级开发者离职了，你只能自己慢慢去摸索你的 code 怎么写的，程式逻辑为什么这样写，他怎么判断流程怎么走的。最恐怖的来了，完全没有原始码。其实我最近在维护一套没有原始码的系统，因为没有人要去，我只好自己去。不过蛮好玩的，因为你没有程式，你有系统跟你的 DB 这样，然后我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人不对。我就想办法去找，我连 table layout 都没有啦，就从一个一个 table 去捞哪个长得像人员基本资料的，我就去改一个字，看它画面会不会变，很好玩齁，才怪。然后你就开始去看它流程，如果不对，好，你就要去找，比如说它的状态不对，去改看，哎，它应该要结案嘛，就去改一个 flag， 对，改完，哎，怎么变成正在执行中，赶快就把它改回来，就是类似这种。但是会不会有成就感？其实很高。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因为没有人要做，那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但是我们在某种接新案的状况下，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次，我想未来也会有，之前也累积了几次，就是帮人家维护人家的系统，没有 table 谁会给你啊，所以厂商给你，你是来抢我案子的，我怎么可能给你提供东西给你，所以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layout， 完全没有东西，你就得自己想办法，但是那个成就感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重构、重写，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又需要还原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用重写的方式，好来做这件事情了。好，哦，这个就是适合做维护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其实我们哦，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维护 team。那我们从去年组织有做了一些变动，所以我们跟别的维护 team 的互动是比较多的。那其实我们公文部门的维护 team 算是公司里面的维护部门最大的啦。以委外来讲，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委外客服，但是就公司产品的人员来讲，其实我们算是最大的。然后我们就会互相讨论啊，就是说，哎，你们的那个维护同仁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个性？大概年资都几年？都是新人的多吗？怎么可能？新人都待不下来。
那资深的人员大概都是多长？他们都是到什么样子的 level？ 他们做事的方式是什么？其实聊一聊发现，哎，维护真的有他的人格特质在。因为我们往往比如说专业的人员新人进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一定就是就你的技术先训练，所以你就不停的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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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日没夜的 call， 了不起可能就是 call 不出来跟 call 得出来，速度快跟慢的差别这样。但是对于维护来讲，他就很好玩的人格特质在，比如说他的模仿能力是要强的，因为我们已经拿到一个大的产品架构，他得模仿人家的程式来写，是需要的哦。那其实，我们常常面试的新人也很好玩，就是我们跟他讲说，他想要学习新的技术，想要 coding 这样，然后他想说，我想要自己创造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泼他冷水说，我们的产品系统都是有一个大的架构，其实绝大部分95%以上，其实你是拿人家的程式来改，就算没有这个同样的功能，你也会拿类似的来改，其实很少从头到尾抠的，除非是你架构一个新的产品，除非你到新的产品部门去，才有办法有这种机会，但这种机会是少的。那产品不是每年都有呢，每年都有是要累死部门，赚不了钱。那大概就是有个周期，比如说3年5年会有个产品周期，才有这样子的机会。那另外就是要好脾气，我刚刚一直强调，客户会谩骂，有听到哈？客户会脾气不好，客户会很凶，客户会很急。那你怎么样好好的跟他讲话，不要拍桌子？他的脾气是要好一些些的 ，EQ 是要高一些些的。我也是这样被磨练来的。不能太钻牛角尖。我们常遇到有一些同仁很好玩，他会觉得他在改一个 bug， 改一个 bug，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逻辑的判断。他改了半天，好了没？还没。一天，你改好了没？他说还没，还没。我可能要再研究一下。到了第二天，我受不了，我说你到底在干嘛？你只是改个流程，你要改那么久吗？哦，这程式写得太糟，不行不行，我得重写，我还在写，重写。重写，那我那个时间重写，就是有的时候不能够太钻牛角尖。当然，他的逻辑不好，我们不是要改到完美，我们可以改到70-80分。因为往往你改到完美，它影响又是别件事情，比如说改 A 坏 B 的事情，它得要全部衡量，不能只看这个面向是200分就200分的。好，所以也不能太钻牛角尖。其实我们常发现哦，太钻牛角尖的人哦，就是那种，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面试很好玩，就是那个新人一进来坐下来，然后通常问我问题之后啊，他那个一脸就会告诉我你是个宅男，很想窝在家里打电动跟写程式，真的很好玩，那个脸都看得出来。所以我说太钻牛角尖就类似这种人，他觉得哦，我一定要写到完美才行，完美啊，程式很难完美。要胆大心细，因为我们通常在维护的时候，其实我还记得。有幸在公司里面遇到所谓的千禧年，那时候你们应该很想很想很想哦。那千禧年的时候啊，我们在日期格式上面，它要跨2000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程式的修改，或者是做一些大胆的 replay。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发现，比如说马，应该是说栏位过短要加长，或者是做一些整个程式的 upgrade 的时候，我们就要做整批的修改，那就要胆大心细。而且我们在维护部门的成员里面，很常有机会可以 touch 到客户的正式机。正式机。那我要讲我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啊，在一个县市政府上线，然后呢，县市政府是我们第一个县市政府的客户，所以其实我们做得很辛苦。就每天轮班上班，我讲的轮班是有人轮早上7点到下午6点，另外一班是10点到8点，就是还有半夜班，就是那个系统的开发等于是十几个团队在做一个县市政府一个非常大的案子，这样好不容易上线了，在上线的第二天，我把正式 DB 的阻挡弄不见了，我以为是测试环境，但我弄不见了。那当下，我去跟客户自首，这样他可能看我快哭了啦，他也没骂我，他就说不然赶快看怎么办。所以啊，那时候就慢慢慢慢的，同仁也很好心，我的主管人也很好，完全没有怪我，默默的就拉着其他的同仁，因为他们真的很怕我哭出来，他就拉着其他的同仁，然后去别的地方，然后把资料补上去。然后因为我们还有纸本资料，我还跑去那个
收发人员把他那个纸本拿回，然后一笔笔 key 这样，然后才解除了这场危机。所以通常我的 member 如果发生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很冷静的跟他说，没关系，凡事都有第一次，下次要小心，真的一次就不会发生了。但大家不要那个第一次，很惨痛，很惨痛。所以其实是要胆大心细，我们太容易遇到是客户端的正式环境了。那另外你需要有一点点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我其实觉得那个一点点不够，其实要非常的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们常会觉得哦，其实做维护 team 的同仁哦，我自己都会觉得有一点替维护 team 的 member 一点点，诶，讲不值吗？还是替他们觉得有一点点心酸？因为我们在做专案的时候啊，其实那个专案大家很努力嘛，想办法 coding， 然后在有限的预算跟时程下，我们到达验收了，然后拿到了那个发票，拿到了验收单，大家就可以狂喝，跟客户一起吃饭。维护呢，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我们是无穷无尽的每一年。那什么时间让维护的同仁觉得他是有达到目标，或者是说他有把维护的事情做好？困难，我们要从客户的嘴巴里面说，你们服务的真好，你们维护的真好，很难。当然是有，当然是有，因为我们有做一些满意度调查，但是往往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因为一个系统，我们一个同仁哦，一个工程同仁，其实平均是要维护二十几个客户的，少一点可能十几个，多一点二十几个客户，不容易。你要让二十几个客户很满意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所以维护的同仁通常讲的就是他的一个成就感在哪里，这个就是要 member 里面去鼓励他们。其实针对这个议题我们讨论了两年，其实也不止，只是说我们这两年比较有正式的讨论。因为维护部门的 profit， 其实维护部门帮我们的大部门里面赚了很多钱呢，因为维护是一个稳定成长的，它其实是一个固定收入啦，简单来讲是这样，要不然除非你不要维护啊，你好胆的话，对不对？那就是固定收入。所以维护 team 其实是我们帮部门的利润带来是很高，其实专案往往是赔钱做的哦，维护是赚钱的哦，可是成就感都在专案 team， 维护 team 反而是少了的，所以我们就得要自己去创造那些成就感。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例子，有没有？我去维护一个都没有程式码，我从 DB 里面维护，然后感觉自己好开心，就自己好厉害，这就自我感觉很良好。啊，不然怎么撑下去啊？那为什么软体维护这么贵？其实软体维护是有价的，我们常常就是软体维护的价格，我们常常是算在我们专案兼职费的，比如说 10% 到 15% 之间。啊，其实这个是跟客户沟通了很长时间，其实在银行里面常只有 6%， 他就觉得你应该可以做好你的维护。比如说你100万的案子，你只有6万块的维护费用，你怎么活啊？这么大的一个案子。那另外呢，甚至有客户说你为什么要钱，我为什么还要付钱给你？我专案建制都付这么多钱了，你就是应该要帮我维护啊，这不是应该的吗？你自己做的系统，你自己不用确保它可以运作正常吗？那我们来看一下维护成本的分布啊。其实 preventive 占了 50%， 其他占了三，其他三个其实占了 50%。 那如果我们只有做 creative 还要钱吗？其实我们凭良心讲，如果真的是纯产品，真的是产品，一点点客制化都没有，而且可以完全的排除环境，比如说软硬体时间的影响，就是说你时间增加，你资料量好了，不能说不增加，不要增加很多，或者是说你的软硬体都不要变，你 client 的环境也都不要变，那我觉得可以，你最好是可以都不要变，你 Windows Update 一做，你 browser 你 IE 一换，好，这个就算改变了。那如果呢，系统是有经过客制化的，是安装在使用者的环境里面的，跟别的系统还有做整合，你可以确保别的系统整合方式不变吗？你可以确保别的系统它传资料进来不会从 A 哪一天又变 B 坏掉了吗？或者是有很多的使用者会产生非常大量的资料的，那就要另当别论。可是我们系统其实往往都在这一段里头，你怎么可能确保在这里？你可能前半年可以，前一年可以，很勉强了，之后难保它不会变。那云端系统会不会收维护费用？其实这我们可以想想看。那另外，
手机的 apps 跟 games， 我们在收维护费。好，大家一定有下载那个手机的 app 来玩嘛？他有收维护费吗？可能没有。那他时间短不短？他一直在 upgrade。那他是不是要收钱？他每个 user 收钱，那他是不是收维护费？变相的是维护费用吗？都可以思考看看。那怎么样呢？让客户会愿意付钱在维护软体上？其实我们在谈维护让客户掏钱这件事情哦，真的花很大的心力去跟客户沟通啊。信任，刚才我们有强调了跟客户的信任感。在维护初期啊，其实客户跟维护团队是互相不信任的，因为你是陌生的脸孔，我不知道你到底认不认识我的系统，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我的系统，我不知道你技术好不好，你看起来跟小妹妹一样，我不知道你到底资历够不够。因为已经不是原本有革命情感的团队了，因为专案团队可能跟客户没日没夜的在办公室里面一起互动，一起成长，一起建立这个专案。但是维护团队一来，就不同的脸，不同的规则，不同的方式。就像我刚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一些小小增修功能嘛，那维护部门来就说，哦，这个我要评估，这个要钱，要写异动单，要照程序来走。那我们不了解习性、底线跟沟通的模式在哪里，就会让客户发怒。我们没有找到 key man 去沟通，我们没有找到，我们不知道客户其实他在意的是什么。那如果呢，我们可以取得客户的信任，我们自然就可以信任客户。所以往往我们其实你说，合约的条款、合约的内容是死的，可是人跟人的互动是活的。到底怎么样？双方我可以帮你多少忙？你可以协助我多少事情？这个是需要长期的合作才有办法磨练这样子的默契。那怎么去取得客户的信任呢？其实就是见面三分情。我们曾经有遇到那个客户啊，他发那个 email 很生气啊，然后就。他用红色字哦，粗体，我看有48号字，就写说你们维护都不处理，请尽速，这样，看起来 有一点生气，他那个字眼看起来很生气嘛，对。然后我一看那mail，我就吓到了，我就把他打电话给他，我说，哎，那个陈先生，不好意思，我收到你的报销mail。他说，哎，对呀，你们这样都不处理，怎么行呢？其实那个声音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我就跟他说，哎，那我过两天去拜访你一下，好，看一下那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工程师有处理，我们实际再去看看这样。他一见面就赶快拿茶水给我喝，这样。就是往往我们常会觉得说，我们去跟客户见面，还有路程，还有时间，我改程式都不够了，我哪有时间还去找你，还跟你哈拉哈拉，跟你聊一下维护的现况。但是实务上需不需要？其实往往信任感是面对面才建立的，是不是？你跟朋友培养感情，也是要面对面，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聊天，一起做共同喜欢的事情，才有办法培养起来。不是我每天比如说打打电话、赖打一打，用文字上面的沟通就可以做到的。所以信任感往往是需要花这些时间去培养的。时间是不是需要呢？当客户信任你，其实有太多事情好沟通、商量跟好做了，他会愿意配合你，你也可以帮他很多忙。比如说，我们光程式更新这件事情，当客户跟你信任感不够的时候，你每次程式改好，你要拜托他更新，他就说我不要，你来，好，那你就去啊，没办法，你跟客户没有那个默契，他也觉得你理应当然来啊。但是如果你跟客户知道，哎，我们真的。你又急嘛，然后因为我刚好抽不了身，我跟客户那边有急事，那你更新一下册，我等你没关系，有问题随时跟我讲，我就赶快到场，或者找其他同仁去处理。慢慢慢慢这样默契起来之后，他就开始愿意，他觉得哎，更新一次两次好像还好，系统也不会烂掉，那就慢慢会帮你处理。那他也觉得当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立马真的会允诺的去帮他处理，他也觉得哎，可以哦，你这个人讲的话可以听，可以相信。所以呢，这个信任度的培养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当跟客户熟了，他觉得你帮他很大的忙的时候，其实当客户请我们吃个饭，或者是告诉我们说，请我们喝了一杯饮料，告诉我们说你真的辛苦了，谢谢你帮我们这么忙。其实这个真的是维护的最高境界。当客户真的觉得真心诚意的觉得你在帮他忙，我们把这个系统维护得很好，让。
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机关里面的同仁对这个系统都是赞誉有加，也不用到赞誉有加啦，就是觉得说，哎，这个系统是很稳定的，其实我们就真的很满足了。那另外就是患难见真情，虽然不是责任范围，但是不要急着撇清。就是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嘛，就是那个机房有没有烧掉了。然后那个你总不能跟客户讲说，哎，那个备份不是我负责的，哦，你自己看办法，你自己想办法，谁叫你那么倒霉？那这时候客户就会觉得你落井下石。其实这样子，他下一次当他不会 upgrade 系统吗？他不会有其他的系统吗？但撇除掉钱之外，他对于你这家公司的一个名声是好的吗？我觉得不需要这样，我们都是互相帮忙的。其实我们曾经有以前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次做一个大的法规的改版，然后我们就去清查我们所有的客户去做程式的整批更版。那更版完之后呢，我们在我们的客户清单里面发现有一个客户没有合约了，没有维护合约。其实他应该是没有维护合约，但是他准备要更换新系统了，这样。那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换了没，所以我们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他，就跟他说，哎，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某某法规程式的改版，好，然后我们是从客户清单里面捞出您的客户资料，那因为不知道新系统是不是更换了，那我们知道现在没有维护合约，那如果有需要我们协助帮忙更新的话，那请再告诉我们，再派人力过去，这样。然后那个客户后来回了一个 mail， 很感谢我们，还有想到他。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做系统你自己的一个责任，你的良心啊。就是你不能因为没有收钱，或者是没有他不在你的合约内了，你就不帮他做任何的服务，所以其实看可以帮什么忙啊，其实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当客户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有遇到啊，客户他的系统 crash 掉，他就说：“哎，你系统都有问题啊，你都没有维护好啊。”可能明明是他硬碟坏掉。硬碟其实不在我们的维护范围内，因为我们只维护软体嘛。其实常常这个是往往会牵扯不清的。那我们其实也都不会急着去撇清，那就会问他说：“那备份需不需要什么协助？我们派人力过去。”当处理好了之后，其实客户是会感激我们的啦，就是会感激你说：“哎，谢谢你在这时间。”他后来慢慢知道，他可能一开始急，一开始会口气比较不好，是因为他怕你不理他，或者是不处理。可是时间久了之后，其实他也知道你的事出诚意，帮他处理。其实后续我们就都会更好维护的。那我们要先搞清楚优先顺序。刚刚举的例子，比如说报表急不急？那到底是主管要看的报表，还是其实自己只是想要做一个 list 的清单？哈，这个就要分辨清楚。那我们希望客户是心甘情愿的付钱，不要以为你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加班到十点 ，user 就会觉得你真的好辛苦，因为使用者根本不知道。那我们要怎么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很辛苦，很努力？很呕心沥血的在改他的程式呢，我们就要做报告让他知道，不然你晚上做这件事情他完全不晓得。价值怎么呈现？其实有一些技术人员哦，很可爱，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埋头就做。那当他要报告他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功能都改好了，你看按钮会动，这样。”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到底做了哪些伟大的事情，那这时候呢，就要靠报告记录，一定要有记录，有记录就会有清单，就会有统计。那到场，我们刚刚讲的，其实跟客户的信任感，到场面对面的互动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去年有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月啊，其实挑两三个客户，他可能没有报修问题，就单纯的去拿我们现在手边的清单去跟客户拜访，说：“哎，最近系统用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客户有没有什么反应啊？”然后客户就会说：“哦，你有想到我哎！”就他们其实是会觉得说：“哦，那个虽然我都没有报什么问题，但是你还是有在关心我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人到场去转一圈，没有带回什么，其实也可以知道一些讯息回来。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曾经有去拜访一个客户，他其实没有报修什么问题，那我们就满心欢喜的去了，一去之后才发现，原来客户的反应是他已经报到不想报问题给你，他觉得你都不处理。后来我就在想，怎么会不处理呢？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他列印有问题。为什么列印有问题？因为他印表机那边有状况。那我们的客服可能就跟他讲说，啊，你印表机有问题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忙啊，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可是这个的不满其实已经累积到很高很高很高，甚至客户想要换系统了，他觉得瑞阳服务太差。
那后来刚好还好有去跟客户沟通，我们实际去帮他测，去证明说，哎，因为他们刚好凑巧有换了一台印表机啦，那我们去测两边的差异，告诉他，哎，真的有差别，那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忙，或者是我们换另外一种模式，帮他更换一个模组，不同的方法列印就好一些些。那这样子才知道，哦，原来客户其实是有满肚子的抱怨，只是他没有地方发泄。那另外就是我们要学会写报告，其实哦，真的叫工程师哦，写字难哦。那个发个 email， 只是跟客户讲说，哎，请问题已处理完成，好，资料已经修改完成，你自己再看看。这样什么叫做你自己再看看？你至少要跟客户说，请协助确认是否已完成吧。那个工程师很可爱，全部都口语化，就跟朋友在讲话一样。但是我们毕竟对的是客户，哈，那这件事情，哈，真的很难训练。后来啊，没办法了，本来工程师会发，我现在不准工程师自己发 email， 好，我请客服看有没有错字，就是大家国文学一下哈，那个字哈，拜托。那个，所以订写报告其实要学，然后写文件，我觉得对工程师好难哦。就卡个图放字中是会怎样哦？那个字体排版对齐很困难吗？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我花那么多时间去做排版有用吗？有用，客户看的就是这个。你怎么样去清楚的呈现你的工作报告？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你仔不仔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有时候，之前常常在想哦，其实我小时候有时候常常会帮忙做一些记录，那可是很多人其实不喜欢做那些东西，那我自己都会想，其实如果你可以把小事情做到100分，其实才是很厉害的，因为你没有忽略掉小细节跟小事情，你可以注意那些细节做好，大事才会做圆满，这是我自己的觉得啦，就是一些小事情、琐碎的事情、简单的事情，不能太轻看它，其实你还是要仔仔细细把事情完成的。好，所以包含报告里头有些效能校对啊、灾害复原演练报告等等，报告很重要。其实有时候报告你只是条列式的把一些文字描述写清楚。我今天处理了一个问题，就是把那个流程改正确。第二个，我把组织改好了。第三个，我把姓名更正了。这样，我哪知道你改了什么？也许你的姓名更正是改了全机关200多个 user， 我不知道。所以你得要具细名义的把报告写出来，也不用 list。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把数据列出来，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做好了，跟我完成了200项 bug fix， 哪一件事情是有感觉有 feel 的？好，这个就是报告。那报告内容很重要，你看这个是画得很清楚，把每一个步骤写清楚。往往大家觉得花时间啦，但是如果你边做边记录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随手的一个习惯而已。但有的时候最好不要跟客户另外收钱啊，这是很久以前的新闻了。你该不会跟他讲说你付我维护费，我再帮你把人弄下来，你就死定了。那也不要在伤口上撒盐。正式机挂掉的时候，你不能跟他讲说我们一天2万块，钱拿来我再去。或者是有时效性的，今天最后一天了，比如说我们 HR 的系统的发薪日，早上7点要跟总经理报告我们发薪了多少金额，你不能跟客户讲说钱哪来。有安全的立即风险不能谈钱，比如说骇客入侵、资安相关的、有资料外泄的都不能谈钱。然后一定要想办法避免问题演变到上面的情况啦，这些都希望可以预知的或者是预测的。任何人都会影响到维护，所以注解不嫌多。我们注解哦，希望越具细名义越好，一定要落名字。然后我有时候会看到说，因客户要求修改逻辑判断，不落名字我哪知道是谁？落名字是说我可以，不是要找仇人，是说我可以问当初为什么要这样改，也许想得起来。然后缩排命名 coding style 都影响深远。一套系统我刚刚有讲啦，甚至有十几年的客户不换新系统啊。那到底那个系统我要怎么样让它可以非常的清楚，好，非常干净的。其实写程式大家都知道，就是干净利落，永远保持最正确的程式版本，不能到时候 source 找不到，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板根就很重要，程序不要不承认那个是你写过的。好，我们常常在看注解的时候写说某某台风来了，我还在公司加班，好苦命，我帮客户改逻辑程式判断，好，下面就是，那我们就知道台风那天加班谁来嘛，对不对？好，那以上就是维护驾驶的一个报告，谢谢大家。
些那个蔡经理今天给各位带来这个软体维护的一个概念哈。那这个在各位在大学哈，尤其是资工资管相关背景的，有在做软体程式设计的，但是其实你还不太会做到一些维护啊。但是呢，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些维护的观念，这也是在未来就业的时候，其实非常多人一定都会遇到的工作啊。那无论是你直接去维护别人的程式，还是未来工作以后还是得维护自己的程式的东西，那还是都会遇到。好，那接下来还有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可以开放给各位同学提问，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的？今天老师还有把那个上次那个陈执行长留下来的那个笔，好，继续。来，这还是瑞阳的产品吧？好，所以在瑞阳演讲的时候，我们还是当礼品来送给那个同学们。好，那我们开放了第一位同学。但是我想问，就是你说那个电话说到通知，你要自己用手记录，那有没有办法就是写程式的时候用自动化的记录帮你记录？其实我们，您是说收到报修问题吗？其实我们收到报修问题，现在内部已经都有系统了。其实我们这个系统已经可以做到收到报修问题之后去记录，然后做问题的分类、做指派，然后开始算时间。比如说这个问题从收到，到成收到的工程师他花了多少时间改程式，多久回应给客户的回应时间。那后来我们每个月都会做报表。每一个人的处理时效，每个客户的处理时效，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已经慢慢算是已经补齐了有关系统的部分。那现在我们需要加强就是分析分类。好了，有没有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比较建议说，就是新人都可以加入维护行业，还是要有一点资历的加薪？其实我觉得新人跟有资历的人其实都是适合的。那为什么新人比较少？是因为我刚刚讲，其实新人不是不适合，是他排斥，就是他根本觉得他不想做维护，他觉得一进来他就想要做一个专案。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新人进来啊，其实老实说啊，做专案跟做维护你都在 coding， 你都是做 coding 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让他进来先从技术开始。那其实对于维护 team 来讲 ，mentor 是多的，老实说，因为对专案来讲，可能就是你的 PSA 带着你，但是对维护 team 来讲，十几个 mentor 都是你的老师，都可以教你这些技术，不同的技术，而且你可以运用到的那个客户层面其实是大的广的，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我问一下，那你对维护比较有兴趣的技术有哪些？你说我吗？对对对 ，OK， 你自己好。其实我一开始进来，其实我在公司资历算还蛮完整哈。其实我都会把我自己的名片拿出来，很好玩。我是从程式设计师开始，因为我1999年进公司嘛，哈，从程式设计师专科毕业开始写程式，到 PA， 到系统分析师，到专案资源经理，到专案经理，直到经理。然后其实我喜欢做维护。对我来说，我喜欢做维护的事情，是因为我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事情。其实是每天我的工作是很多样化的，每天有多少惊喜在等我，我不知道。那我觉得跟客户的沟通，其实我是喜欢跟人做沟通的。那常常客户的抱怨，怎么样让他消弭他的不信任感，怎么样去建立客户的信心，这些事情其实都有很多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这样子。我们薪水是机密。或许你可以给一个建议，是说，如果一个大学，资讯背景的吗？不是，不是，那你要走进资讯背景吗？如果以贵公司来，不一定贵公司啊，就是说一般的行情，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到一个软体公司的新的企业新人，大概整个普遍社会上的现象，大约的range大概是多少？或许可以
提供这个基本资讯吧。OK， 那其实一般我们新人进来，如果他完全没有技术底子，其实大概其实薪水真的也没，就是3万多块的薪水，其实差不多落在这里啦。那如果当然，如果你是有一些经验的，或者是比如说3年经验的，可能4万块以上等等，那都要看你手边的技术，要看你技术够不够新，或者是说你是从哪一边技术身份进来的，有些是学校，有些是从资策会外面上课都不等。好，最后一个问题，好，第五位，你说，你说。有，我们其实有特定的流程，就是说他必须要先把他，因为要看他做什么样子的职位工作啦。如果说就您刚才提的，我稍微说明一下专案到维护好了，好，就专案到维护的程序啊，其实原则上文件是一定要备齐的，就是我们有一个 Excel 的 list 清单，其实我今天有带另外一个 Excel， 明年再来讲，好，就是会有一个清单，他可以去说明他的一些相关的客户的基本资料 key man 啊等等，这些一定要留下来。那因为技术上的传承，我自己觉得还好，除非他手中握有一个自己模组的技术，但是我们部门已经避免这种情况，就是一人独大这种情况了。就是我技术不能握在一个人手上，那他走了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会让很多人同步的去学习去代理。所以我觉得反而重要，他交接是他手上的一些，比如说如果他是这个案子最主要的 SA 或 PM 比较大的角色 ，programmer 我觉得还好，因为反正就是一些技术。但是如果他的 know how 是有的，比如说客制化的程序，跟客户沟通了什么内容，你答应了什么事情，跟客户注意什么事情，这些都是要比较。其实软性的部分反而比较是需要交接下来的。